你老八，你搁那八八，我看你今天有点嫉妒啊。你这样啊，老杨，才华是嫉妒不了的。去，干啥干啥？那坐着，你就负责给我看，大妹子，你就往这一坐，哎，给倒点水喝。六舅啊，啊，就这苹果呀、啊。我告诉你六舅啊，啊，为啥之前直播苹果卖不出去啊？你给老舅分析分析这原因。太实在了，你现在都得有剧本儿。就这苹果，你必须得给它搞出噱头，整出情节，全方位的包装，得带着情感。哦，还得赋予它生命。对了，哦，你就好比这苹果，它就是你的孩子。那就像葫芦娃和爷爷，哎，这就是我的，是我的孙 孙子，哎，我是爷爷，爷爷，孙子，明白？情感走起来，三二一，听我指挥，三二一。哎呀，看我师傅的，妈呀，人这么多呢！我给你推的吗？啊，你给我倒的流。对呀，哎呀，诸位老铁们，大家好。家人们，你们不知道，苹果呀，不简简单是苹果和农夫的关系。我们呢，是像葫芦娃和爷爷的关系。啊，你看，这是我大孙子，大娃，二孙子，二娃，这是谁的三孙子？这是你的亲孙子，别人生不出这色儿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啊，带着情感直播，希望家人们多多理解。六舅，六舅，六舅，煽点情，走煽情路线啊啊！就继续这个内容讲，继续内容讲，煽点情啊！哎哎，在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里，我的耳边经常能听到我他妈孙子们在喊我爷爷。我想你，我想你。太好了，继续继续，把情绪往上顶。又有多少个我翻来覆去，辗转反侧，上窜下跳，睡不着的夜里，我就听我孙子在喊爷爷，有人拿凉水浇我，爷爷，有人在扒我皮，有人在把我切成块，拿牙签扎我。爷爷，还有个没牙的老头子，拿牙床的割我。他们在喊：“爷爷，救我！爷爷，救我！”爷爷不能救你了。这太伤感了，有人要把孙子给你退回来呀！啊，赶紧往回找吧，找吧。你听我跟你说，哎，其实他们不知道啊，爷爷为什么要这样？爷爷不就是想给他们找一个奶奶吗？他们从出生那天，他们就问我，爷爷，我奶奶呢？我奶奶呢？身边那个是奶奶吗？我说还不是。他们一听到这话，他们就说：“爷爷，快卖我，快卖我，娶了身边的那个大奶奶。”在呢。你别捣乱！你看看看，刘刘，流量现在正是好时候啊！第二套方案。上才艺啊！我做情感主播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马上给你整成一线情感主播啊！啊，往上顶上活啊！第二套方案，第二套方案啊，能行吗？三、二、一，给上活啊！Woo!
你把那玩意儿给我关了。关啥？正好的时候不能来。别了，干啥玩意儿？干啥玩意儿？奶奶抱我，奶奶抱。真能嘚瑟呀！啊，你真能嘚瑟，你还把嘴上叼个玫瑰花，你不怕扎嘴呀？啊，扎着了。该。我不管你是他从哪找来的外甥啊，就你这么整，你非把你六舅整磨蹭了不可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苹果不愁卖，看着没？我是三 A 农户，我卖苹果卖的是诚信。全村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，我本想着直播帮大家共同致富，谁成想你们整这一出？什么玩意儿葫芦娃爷爷啊？我看你就是个葫芦娃。你多大岁数了，老宋啊？你有没点正事儿？你还跳个街舞啊？啊？我干这些活不就是为了给他个保障吗？别整那个没用的事儿，还要迷倒一老太太，没把人家迷倒呢，你先倒了。你行了，我还实话就告诉你了，老宋头还真就把我给迷住了。就你这苹果卖的呀，是真不怎么靠谱。但是，哎，他就比有些人强。这么的，趁着民政局现在没下班，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把证领了？走，我不同意。你是我爹呀？我要是你爹，这老太太就是你妈。老娘，你干啥呀？大过年你占我这便宜呀？我想占你便宜啊？这老太太是我的。你这啥人呢？你瞅瞅你，瞅一眼瞅好了就成你的了，那全世界都是你的得了呗。哎呦我这剧本写都写不出来呀、啊、六舅啊，我跟你说，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啊，现在就赶紧开播吧，舅老爷。你滚一边去，你管谁叫舅老爷呢？我没有你这虎外孙子。晶晶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为啥我没去跟你领这个证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你想想，就老宋这样的找老伴儿都知道给人家个保障啊！你说我这苹果没卖出去，我就空俩爪，我跟你上民政局登记啊！啊，我也是个男人，我得有我自己的尊严。我最重要的不也是想给你个保障吗？老杨啊，你是三 A 诚信农户，那是靠诚信能力换回来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跟我的感情，你能给我保障，给我诚信就行。敢不敢跟我现在就去领证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走。站着，我不同意。你是我爹呀、啊、你不同意？我不管谁，现在咱们这剧本我怎么觉得好像多了个人呢？多的不就是你吗？不是，你俩是一对啊？完了中间闹点别扭，拿我六舅打岔呢在这儿啊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六啊，终于看明白了。你呀，那个老宋啊，你明白没有？我终于看明白，你俩情深似海，除了你他谁都不爱，今天我又算白来，一年一年就这么来。老宋，我得跟你解释一下，确实我为了替他见你，没想到这一来我对不住了。没事，这老杨你咋不跟提前告诉我一声？这我多烦人呢。这我之前呢，我俩相处不敢告诉你，就怕我在你前面扮老伴儿，你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另外，刚才我一直说，我说我要跟你说点实话，跟你说点实话，你非得说我那是口头语儿。你别上火，我卖完苹果这钱还借你，行不？那行，最起码又给我希望了。哎呀，真丢人呐我呀，这一天。老宋，你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能有啥事儿？都12年了，年年这样。我都有免疫力了。我求大伙儿啊，帮我个忙，给我个祝福，祝我明年早日脱单。那我们就祝所有的